好，画面中看到就是高雄鹿竹的天后宫举办妈祖千秋圣诞，席开五六十桌，没有想到下午还艳阳高照，晚上就突然下起雨来，民众撑伞在雨中吃宴席，拍影片苦中作乐，来看看当时的画面。来来，阿西要拍真好一个，雨水、啊、你感想如何啊？雨水真好啊！来抓档的咧，你应该好说啊。感情较袂散。哎呀，老板呢？老板娘呢？好，台下民众还可以撑伞，而台上表演团体只能敬业的冒雨演出。雨中宴客也被网友笑称是降杠的流水席，而这几天天气变幻莫测，老天爷变脸变得很快，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出门打算，要多加留意天气情况。